想要看200万年前旺福演唱会吗？为什么？有什么期待吗？跳过。二，如果你真的可以去看200万年前旺福演唱会，会怎么打扮？跳过。三，如果旺福回到200万年前，三点全露，这样好吗？跳过。四，你心目中的旺福到底在干嘛？不回答。五，如果你成为旺福团员，你第一件事要干嘛？我没有想过这个事啊。六，旺福已经死撑19年，你觉得他们还可以撑多久？七，你想要当旺福演唱会的嘉宾吗？如果以上问题都没感觉，就呛旺福。也不用啦。好，总而言之就是10月29号去支持旺福。再见。